卖了拿回来吃，我说啊，益母草也开花了，过几天摘个益母草回来做益母草缸，现在去玉米地里摘点好东西。点上可到地里也浪费啊，干着农活闪着点上可凉快。现在正是吃玉米笋的好季节，今天咱们做一个肉片炒玉米笋。前头咱说新鲜菜，对，玉米笋炒肉片，看到怎么？就看着一个都，咱都甭看，也不说了，不挣点啥，没谢你了。正好是啊，怪好吃的。可脆了。嗯。还脆还吃的有馅儿啊。哎。玉米清馅味儿。花生味儿，可能我强了。多菜用了是吧？八一块外面不来。挣到钱。嗯。你真是吃起来了。对了，吃起来了。